香菇的话呢，就是脚会开一点点。那假如你今天觉得传统比较难的话，你可以试看香菇。那脚开之后，膝盖对准脚尖，然后蹲下去，会有点像香菇的感觉。然后抓住之后，哇，轻轻松松有没有？轻松，对啊，基本上有吃饭的都举得起来，有吃饭的都举得起来，对啊，有吃饭的都举得起来，你确定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你可以一只手吗？哇，一只手，哇！有吃肉的都举得起来，有吃肉的都举得起来，一只手都举得起来。一只手，对。对，有吃能量饮的都学起来。哇 ，OK， 太帅了，太帅了。那这个 OK 的话呢，我们比赛就要来开始了，各位。非常精彩的开场舞蹈轮奏，跟着我找来围裙宝贝们，等等，让出一个位置给我们的围裙宝贝，等等，让你们。好，就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哇哦！直接近距离互动，哎，这样子，哎，要记得不要跌倒哦。好，那我们往下一步，那我们请，我们的朋友们后退一步，后退一小步，好吧？哇，你看周嘉伦的黄牛门票是30万，我们今天来到 Echo Labs， 好，真的是值回票价了，对不对？来到我们的 Real Force，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。好，那我们老师休息。
你们好吝啬哦。